各位新朋友带一起来大稻埕，我们的延平河滨公园，跟大家共襄盛举，一起体验免费好玩好吃的活动。我们在17号到19号，在这一个河岸的当中呢，我们要盛大来举办夏季的河岸音乐季。我们当中有演唱，那有表演，有很多的名作曲家，不只是吸引我们国内的一些民众来参与之外，我相信每一年都有大量的大批的国外的旅客要共同来欣赏我们所安排的音乐季的所有的节目。当然呢，今年的河岸音乐季的主题就是爱跟分享，所以我们要邀请所有的朋友，8月17到19，带着你的好朋友或是亲人、情人，一起来稻埕这边，大声说出你的爱。我这一次要跟我最爱的歌迷一起过，我可能还会带一个情人来啊，年纪稍微大一点，我妈妈。